尊敬的各国领导人，尊敬的各位国际组织负责人，各位来宾，女士们、先生们、朋友们，今天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隆重开幕了。首先，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对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，对各位新老朋友致以诚挚的问候。